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邀请国家艺术联盟吴征才执行长颁发感谢状，请吴执行长上台就颁赠人位置。首先，我们要感谢的是云彩乐团总召李成豪金老师。 老师，请帮我站在舞台中间，请颁发感谢状。那我们看向前方摄影师哦，恭喜。那么请老师回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表演策划单位中华蒲社艺术协进会刘若兰理事长上台接受我们的感谢。有请刘若兰理事长。 请帮我站在舞台中间哦。哎，理事长，我们的感谢状，请颁发感谢状，看向前方摄影师哦。感谢，请刘若兰理事长帮我回座，谢谢。 感谢。那第三位我们有请台木表演团体燕盛艺术歌舞剧团顾问团长涉谷燕盛艺术总监上台接受感谢状，请帮我到舞台正中央，请颁发感谢状，请看向正前方哦。 恭喜！好，那我们邀请歌舞剧团的所有团员一起跟舞台真执行长拍一张大合照。我们看向前方的镜头，我看向前方的镜头微笑哦。 燕盛艺术歌舞剧团，感谢，请回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需要邀请的是开展典礼的志工团队许瑞月艺文团队许瑞月与会长上台接受感谢状。谢谢，感谢燕盛艺术歌舞剧团，请回座。 所有职工上台。
艺术联盟这么盛大的活动，以热烈掌声来给他们今天。